要来尝试一下 DIY 手作意大利特殊涂料。现在呢，赶快，因为要手作了嘛，马上来找到我今天的指导老师叶师傅。嗨，今天呢就要请叶师傅好好来帮我教学一下，到底该怎么制作。那可以先跟我介绍一下吗？我这样看到一块一块的板子。这是我们准备要制作的样板。是。那这个样板我们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准备了这些底漆滚轮，准备要上底漆了。沾了底漆之后，哦，好像抹白胶哦。对，其实可以很随性的、轻轻的，让它分布均匀就好了。哈哈，目前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呢。等一下会不会很难？不会。后面会不会很难？到最后你可以再轻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哦，要轻是不是？对，你当你把漆平均的分布之后，轻轻的，手就手指夹着就好了，轻轻的，然后交叉。哎，刚刚我留下那个痕就不见了。对对。老师，我们下一步呢？下一步我们就等干，准备上第一道面漆。稍微检查一下，它可能有一些小颗粒啊、小瑕疵啊，对，只是轻轻的，就轻轻的这样刨一下就好了。对，稍微美容一下。哦，重头戏就是它了。对，秀一下，秀一下。哇，这有种流沙的感觉耶。闪亮亮哎！我们会用海笔刷稍微沾一下，前面一点点就好了。只要这样子。嗯嗯。然后就这样子打叉，我们先把它旁边泡一下，就这样。啊，它就有纹路了耶！对对对对，不规则的，就是很随性的打叉。不是，你讲很随性，对我来说一点都没办法随性。因为有很多 DIY 的学员他会这样子，因为整排太规律了，你就把它当成你在烤肉嘛，在沾酱一样。哦，烤肉酱，对对对，那种 barbecue 的感觉。有发现那个叶师傅手腕是很有那个流畅感的，有一个节奏在的。80分，可以的啦。我的啊，刚刚破一个洞，手残。他摸到。还有刚刚小潘就是一看就说这就是裂啦。现在我们要看就是经过叶师傅的教导，可不可以在第二遍的时候把它给救回来？应该是可以救回来。可以啊，那没问题。好好好好。上手多了，果然是经过训练，我们可以越来越好的。你也可以用这个修修看。好，弯曲的。对对对 ，S 型的，我们讲 S 型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样就很漂亮，画面是独一无二。独一无二，不会有人跟我做的一样。我们现在做第二遍的面漆，你可以做比较碎花的小花的面的画面，它就会有那个纹路出来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工具，因为对你们 DIY 的初学者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就是对你们的手感来说，用抹刀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灵动一点。因为每一个人的纹路，它会做出来。我们会去依照客户的需求，有人喜欢乱花啦，乱有的东西，比如说抹刀抹的纹路多，它都会不一样。嗯，那有的喜欢它只有淡淡的一些纹路，所以我们会去挑选适合业主他喜欢的画面出来。像我们第二遍的时候，金属漆它很快就会干了，因为它金属漆的特性就是这样。好神奇哦！就在刚刚呢，终于是经过叶师傅的指点之下，完成了手作 DIY 的部分。刚刚老板在旁边看，应该我还表现还不错啦齁。
很棒。好，非常感谢。那现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林老板，那想要请您帮我们来说一下，因为这种意大利特殊涂料，说真的，我们一般人没有接触过，不晓得说哇，这么千变万化，这么厉害，这么有特色的东西，你在这个圈内打滚了这么多年，真的要用一句话形容的话，你会怎么说它呢？我会，形容他是一名 model， 不论是他的简约优雅，还是经典复古华丽，充满现代时尚感，他都有办法去驾驭它。一般人，我到底要怎么去了解说，哎，它有哪些种类啊？以现在目前市面上来讲的话，它分作三大类，一种叫灰泥类。一种叫金属类，一种叫无缝地毯，什么羊毛的啦，那好美哦，那个是哪一类啊？也是属于金属类的一种。哦，所以它的金属不是代表说我真的染金属下去做，不是，它只是色泽。对，哦，对，它是它的金属的反光面有平光、半平光、半亮光、全亮光的感觉。因为很多住家、很多设计师，或者是商空，或者是一些饭店也好，什么什么种类都不管。就好比说 ，motel 好了 ，motel 他们有主题性的，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漆类、我们的种类去衬托它的，一些不同的领域在。一讲到摩铁，赶快举个例子啊！哦，这样讲好了。主题情境套房。Hello， 情趣的。啊。Hello， 优雅的。啊。耶，狂野的。但是我们的特殊涂料在上去之后，它能够呈现出来更不同的感觉。它很像树皮耶。就是仿树皮。啊，这个也是师傅的。工法去把它弄出来的工法、哦、对，没错。哎，这样最自然的地方就是说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用贴的，那贴的就是会第一个有接缝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等一下就会出现一样的纹路，这个的话就不会了。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新手，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，如果就是说一般的小家庭，那如果我们做比较基础的，建议大家预算至少要抓多少？最基本的一道墙，我们以一坪来计算就好。我们不要说多少坪，说我们以一坪的单位计算。材料工具啊，大概在5000块上下。然后自己你要 DIY， 前提是你有先学习过才会知道怎么做。对。因为刚刚看过了，就是我自己亲手的 DIY 哦，也获得了老板的赞赏之外呢，真的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刚刚呢也给大家了很多这当中的小知识啦，因为很多这个领域其实大家一开始比较没有去接触到的。那希望说呢，这个方面还带了一点小价钱给透露给大家，大家呢可以来试试看，尝试看看啦。不要抢哦，秘密哦。大家看了一遍都知道了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林老板，今天播请走呢就先到这边喽。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就可以看到跟我们合作资讯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